give me a second. Alrighty. OK, 首先呢，跟各位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好像这个麦克风拿过来听得比较清楚。Alright， 首先呢，跟各位稍微近况更新一下。我呢，最近买了一颗新的镜头。如果你有在 follow 我 IG 的话，你应该会知道我有 po 在 IG 上面。它就是351.4G Master Lens， 就是 Sony 的产品线系列里面最强的、最好的品质的镜头。35.4，然后呢，我之前有拿它出去拍照，然后跟朋友借的啦。然后那时候就觉得，哇塞，它的散景、它的颜色、它的画质、它的锐利度等等的，特别是 1.4 光圈，真的是非常棒。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，反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镜头。So I got myself a 35mm 1.4G Master， 就是我自己购入了一颗 35.4， 虽然它有点贵，大概4-5万左右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它是可以帮助我，它对我来讲算是一笔投资啊。反正因为我们这种摄影师，我们都要拿相机赚钱的嘛，所以你有一颗好的镜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。Alright， 然后我之后呢会再做一个 35.4 的镜头的评测，所以各位可以稍微期待一下。But今天这部影片，我们不是要讨论任何相机，我们不是要讨论镜头，我们是要来聊天 ，right？ 虽然其实我应该倒杯威士忌，然后来陪大家聊天 ，but 我刚刚已经把它给喝完了 ，so 那就没有威士忌，我们来配水。Because like 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my YouTube channel, the content that I deliver in the channel， 因为呢，其实我一直想要让我的YouTube channel 是呈现一个非常专业的感觉，是一个 like 你们看到就会觉得哇，就是可以吸收到很多知识的一个 channel。 But to be honest with you guys， 其实呢，我其实有时候想要以比较活泼的形式来拍影片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当然教学的东西也是很多人看啦，当然我也做的也还算开心。 But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可能下班回家，或者是 like chill 的时候，就是想要放个影片，就是你知道开心一下，或者是放松一下。而且我其实自己的个性也是属于比较 chill 的，然后比较 easy going， 然后也比较 outgoing 的，所以我未来可能会多出一些 vlog， 就是分享我自己的生活。当然也会可能有一些东西会跟摄影有关，因为我出门基本上都在摄影嘛。Alright， 我们讲到摄影这件事情，我之前在我的 IG 上面，我觉得拿了这个东西有点累，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。Alright， 就是我之前在我 IG 上面有开问答，如果你有在 follow 我 IG 的话，你就 you know what I'm talking about。So 我在 IG 上面有开一个问答，然后呢，有一个人，不止一个人，有蛮多人问我相同的问题 ，and that's the topic for today's video。很多人问我说 ，Jason 要怎么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？就是那个人是他的问题，我记得是他拿了相机出去的时候看到想拍的东西，但却不敢拿起相机，因为怕别人的眼光。And the other question is that 想要在 IG 上面 po 一些觉得自己觉得很厉害的照片，但是怕别人觉得他在装逼。OK， 而且 OK， 这是近期之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个问题。但其实之前有蛮多人也是问我这类型的问题，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：“Jason， 你到底怎么做到不在乎别人眼光这件事情？”就是因为其实我很常会被别人讲说 ：“Jason， 你看起来怎么那么，就是你怎么那么拽？就是你这样子不怕得罪人吗？你这样不怕就是别人来骂你啊，别人酸你什么什么之类的 ？”Like， 好，我必须老实讲。我必须诚实的跟你们讲，就是我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，心里是怎么想的 ？I don't fucking care, right？ 就是其实我老实讲，我真的不在乎，就是 like 去你妈的，你想看就看，你不想看就不想看。因为这种东西，其实我，因为怎么讲 ，I don't give a fuck 这种心境，它不是说你要教就可以教出来的，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step by step， 它是没有一个 formula 可以教你怎么去成为一个 I don't give a fuck 的人。它其实有点来自于你对你自己的认同。就像我今天拿摄影来讲好了，刚刚那些那两个观众问我的问题，就拿摄影来讲，我拍照不是为了别人。You know what I'm talking about? Like 我拍照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，我不是为了取悦 IG 上面的 fans， 我不是为了取悦路街上遇到的行人。我摄影的原因是因为我爱它。是因为我热爱摄影，
摄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我就直接跟你们讲，摄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也许我不确定这个讲法对不对，但是如果你出去拍照，你还怕别人怎么看你的话，那你可能不是真的喜欢摄影。因为当你热爱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根本不会管别人怎么想，你就是想要拍，你就是想要做。其实我一直很想要阐述一个概念，就是说 ，We only live once， 我们只活这一次而已。这也是我每天都跟自己讲的一件事情。然后，好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之前从杜拜回来的时候呢，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很不错的朋友，然后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他呢，去世了，就是在我回台湾，从杜拜回台湾的不久后，大概我还在隔离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接到消息，他过世了。然后呢，我在去杜拜前才在垦丁见到他，我们才一起 like 就是他聊天，一起他就坐在沙滩上，我们在那边聊天聊摄影，他也是喜欢摄影的人。然后我就在那边冲浪。然后结果呢，等我回来台湾之后呢，他就离开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怎么讲 ，realize something， 就是 life is short。Life is fucking short。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你明天早上起床会不会睁开眼睛，你甚至不知道明天早上起床世界还在不在。我们每次都觉得说，因为我们可能还年轻，也许我现在24岁，我觉得我可以活到80岁，所以我觉得我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慢慢来，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去做。想要见的朋友，我可能哦没关系，2-3个月之后有空再见。然后呢，他的死亡交给了我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的人生没那么多时间去在乎别人的想法跟看法，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。就算你今天不是 alright， 就算你今天不是我原本频道的订阅者，你不喜欢摄影 ，that's alright。我想要传递给你们的 message 就是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稍微想一下、哦、假如说你死后，好，你今天过世了，你上了天堂，你见到了另一个版本的你。那个版本的你是你想要成为的最好的自己 ，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。但是那一刻，你会不会后悔？因为你的种种顾虑，因为你种种的犹豫，所以你成为不了那个人。但是你看到了那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们想象一下，当你以后 ，I don't know if you 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随便你。你当你见到了那个最好的版本的自己，那个最好的自己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后悔？为什么我当初没有？做什么事情去成为那样的人？也许你可以成为一个对生活很有热情，然后很爱热爱生活，然后对朋友都很好，然后是一个很 caring 的人，对吧？所以无论你现在几岁，无论你现在看，我知道看我观众的频道，看我频道的观众很多都是25岁以上的，或者是有一些高中生、大学生，或者是跟我同年纪24岁都好。我想要传递给你们的讯息就是，人生真的只有一次。我知道这个 YOLO 这个字 ，You only live once 这句话已经讲到烂掉了，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，Right？ 我们大家都知道时间是有限的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只活一次，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我们只是知道它，但我们不了解它。我必须说，就像我可能之前在杜拜的时候，我可能还没有那么的，就是认为这件事是多重要的事情。但是我那时候也是稍微觉得，因为我那时候也要离开杜拜嘛，所以觉得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不会再见到，所以我就抓紧时间好好的 say goodbye， 就是跟我那边的朋友说再见，然后好好的给他们一个拥抱。也许以后未来不会再见 ，That's alright， 就是我们已经有好好的道别了，有好好的说了自己想说的话。然后之后回台湾呢，就发生了我刚刚讲的我的朋友过世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他就教会了我一件事，所以我觉得他带给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，我觉得。你为什么不要活在当下？当然我懂你意思，活在当下不一定是说你要马上把你所有的钱花光，你当然是可以有一些 future plan， 但是这个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就去做，只要它不是危害到他人，不是危害到你自己的。你现在想要跟谁见面，问他，打给他，问说你要不要出来 hang out， 你要出来一起 chill， 什么事情都不做也好，就是躺着或者是喝杯酒都好，或者是你想要喜欢谁，想要做什么都是 like 随便你，真的，为什么我们不活在当下？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们人类这么的爱 plan， 这么的喜欢计划任何的事情，总觉得我们好像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浪费，总觉得我们好像
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运用。但你想想哦，你想想现在国际上面发生的事情，乌克兰跟俄罗斯，这个你们就一定会知道嘛。你想想乌克兰的那些男生，好，因为我是男生，我就以男生举例，乌克兰的那些年轻男生，他们能有什么未来吗？他们上战场就，你知道已经死了蛮多人了，已经，所以 by the way rest in peace， 就是他们已经奉献了他们的生命，然后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未来可言。那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这么和平、这么安逸的一个社会里面，我们就是什么都不做，浪费我们的时间，想要做的事情不敢做，想要拍照怕别人说你装逼。 I don't know what you're thinking about， 就是我不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。你想想乌克兰的人民，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说，我要不要明天跟谁出去呢？我这样拍照他们会不会讨厌我啊？没有，他们出了战，上了战场，就一颗子弹就被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了。他们没有时间可以想那些东西。所以这部影片我只想告诉你，好好的珍惜你的时间。And don't give a fuck about what people say about you， 绝对不要去在意别人说你任何的事情。就像我自己，我以自己举例好了。其实我呢，当然我被称赞我的影片很好看，我的影片很有用，当然我是个开心的，我的照片很好看，这些称赞我都会开心。然后呢，如果遇到一些别人批评我，讲我的缺点，我自己会去评断说他是真心给我意见还是什么，但是我通常不会把称赞或批评看得太重。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也许别人觉得这个东西很烂，也许别人觉得这个东西很好，但是这只是我喜欢的东西，我不在意你们是不是喜欢它，是不是不喜欢它，我只想为我自己而做我喜欢的事情。当然你们喜欢我是我的荣幸，这个我在之前直播也有讲过，你们喜欢我是我的荣幸，能被 3.5 万多个人喜欢真的是我的荣幸。所以我也想借助我的社群平台，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最最最一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讲，他问我为什么想要做 YouTube， 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，我想要成为一个可以影响世界的人。当然这个影响世界不一定要是成为像什么 Elon Musk 那样改变世界，出了什么特斯拉什么什么等等的，我这里的改变世界是哪怕只有一个人、十个人、好了100个人怎么都好，看了我的影片之后，因为我的某句话，因为我的某部影片，因为我的某张照片而得到了启发，得到了灵感，得到了 inspiration， 得到了 motivation， 然后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我给你这个 courage， 给你这个勇气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那我觉得我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如果最好你可以告诉我的哪句话，我的什么东西打动到你，然后让你去做了什么事情，然后你知道吗，这是很有成就感的，我会非常非常开心。这比起什么厂商找我业配什么东西都好太多了。我想要做的是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点的改变，一点点就好了。但我现在因为拥有了一个 3.5 万人的 YouTube 平台，我可以讲给这 3.5 万人听，就是无论你们有多少人听到，这是我的 message。And this is for you， 好好去过你的生活，活在当下，想做的事情就去做，想喜欢谁就去喜欢谁，想要跟谁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要跟谁 date 就去跟谁 date， 因为你只活这么一次。